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章，叫物零用啊。这一块呢，主要涉及到引力的计算、压力的计算、做工的计算，当然也会涉及到以前导数的物零用变化率的计算。那么具体来说，我们先看强化训练第一道题目，给了一条线，这是星形线啊，三次方三次方，星形线上每一个点的密度等于这个点跟原点距离的立方啊，然后呢大 G 是引力常数，那么问整个这条线在第一象限这一段对原点处的单位指点所构成的引力大小是多少。这种题呢要考引力的计算，做这种题都得大概分这样几步，第一步先背公式，那你考引力计算，那我得先背引力公式了，开始背哈。中学数学告诉我们，那么质量分别为小 m 大 m 相距为 r 的两个点之间构成的万用引力怎么算，就是引力常数大 G 乘上各自质量除上距离的平方，这个公式记住就行了。好，第一步背公式，第二步怎么办，画图，是不是画个草图分析，是不是这条线是星形线，我们能够把它画出来，是不是在第一象限就行了。然后呢第三步取微圆块，是不是在这个星形线上你没法直接算整个星形线，为什么没法算呀，因为这个整条线它是一个弯曲的线，而且整条线每个点的密度都不一样，是不是每一个点的密度它都是变化的，是吧，这就没法算了。除非这条线是什么，是一个直线，除非这条线密度是常数，那就好办了。现在呢我们没办法，那只能找一小段。好，我们就在这个线上取一小段，分析这一小段的质量，对不对啊？这一小段的质量要想分析出来，得先分析这一小段的弧长，是不是长度？那么我认为这一小段长度是多少？背参照方程弧长公式，参照方程的弧长那就是 x 对 t 求导平方 ，y 对 t 求导平方再 dt， 把参照方程求导往里带，参照方程求导往里带，得到了这就是弧长。那么有了弧长，这一小段的质量不就找到了吗？质量 dm， 质量等于什么？质量等于这一小段的密度乘上这一小段的弧长。可是有人说，老师，它每一个点的密度都不一样啊，你这一小段密度也不一样啊，那你忘了吗？我们怎么办？是不是把这一小段的密度集中认为在哪里？是不是集中认为在 x 的 y 这个点上？你想想，以前咱们做几何应用，是不是取一个小竖条？是不是小竖条？是不是都是拿 x 那个点的高度当什么？当空间体的半径，是不是拿 x 的那个点的高度当平面图形面积的这个高度？想起来没有？都是拿 x 的那个点，是不是这样？今天也一样，今天这一小段，就是这一小段，其实每个点的密度都不一样。我们认为是拿 x y 这个点来作为集中点，用它来近似。好了，那这个 rho 就是 x y 这个点的密度，这个点的密度等于啥？这个点的密度等于这个点到原点距离的三次方， x y 到原点距离是开根号，三次方就是三次方了。那这不就是密度乘上什么？是不是密度乘上上面的这个弧长？这就是质量了。好，把它整理一下，把这里面的 x y 都给我带进来，是吧？用那个参数方程嘛，用参数方程 x y 都给它带进来，就是用这东西，是吧 ？x 呀 y 呀带进来，得到了，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的什么呀？最终的这个质量。好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一小段的质量找到了，就是原点的质量不用找，人家说了单位指点。然后呢，这一段弧的质量也找到了，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构成两点间的万用引力了。两点间的万用引力背公式，就是引力常数大 G 乘上各自距离，乘上各自质量。原点的质量是一，这一小段的质量刚才算过了是 dm。好，再除以两点间距离的平方，原点跟这个点距离是开根号，平方没有根号。这就是两点间构成的万有引力。那然后怎么办呢？它不是考两点间构成的总引力，力可以分解可以合成，然后怎么办呀？是不是考这个力在 x 轴方向的投影？那怎么办？那就是是不是乘上一个夹角的这个余弦值，是不是再乘上一个什么？乘上一个 cosine alpha， 那这个乘上 cosine alpha 不就行了吗？是吧？你不是这样来理解吗？因为这个红颜色的这一大堆代表两点间的总力，总力在中学物理学是不是学过力的分解、力的合成？是不是可以往水平方向分解、往数值方向分解啊？是吧？合成与分解，所以乘个 cosine alpha， 然后来剩下的就是往里带入数据了，是吧？把咱们的大 G 往里带，照抄一就不要了。dm 刚才算过了 ，dm 就是这一小段的质量，算的结果是这一大坨。然后 x 的方加 y 方用参照方程往里带，然后 cosine alpha 得知道 ，cosine alpha 就是这东西 ，cosine alpha 你可以当做直角三角形嘛。
是吧？你可以 cosine alpha 就是这个直角三角形的这个余弦值嘛，那就是拿这个临近边 x 是不是比上这个斜边原点跟 x 的 y 这个点两点间构成的 cosine alpha，那不就是类似看出一个直角三角形，是不是拿底下这条边 x 是不是除掉这个斜边，这个开根号就行了。好了，然后把这一大堆再整理一下，你再整理的话，那这个 x 的嘛加 y 方再用这个参照方程代 x 的都得代哈。都得用这个参数方程，什么 x、y 都给它代下来，最终变得只跟谁有关？只跟 t 有关了。好了，这就是两点间构成的万有引力在 x 轴上的分量找到了。那这一块找到了积分，是不是对这个 t 进行积分就行了？t 最小是多少？最大是多少？第一象限，这不考第一象限吗？第一象限就是零到二分之派了。然后在零到二分之派积分很容易积，cosine 不用动，sin 往后凑微分有个负号，sin 凑进去多个负号就变成了 cosine 4 d cosine 四次方找原函数就是1/5五次方，找到原函数取上下限，打造完了，这就是我们整条星形线在第一象限跟原点构成的万有引力在 x 轴上的分力，就是1/3 g 啊，这个答案应该是选 C 哈，1/3 g。像这种题啊，我们同学就感觉普遍很难，原因就是第一步公式都没记住啊，肯定那就没有下文了。公式记住，然后第二步画草图，然后第三步取个圆块，然后第四步做积分，就大概分这四步，以下都是这样做。比如我们再举一个，看第三题，我们把引力讲完啊。第三题也是考什么？是不是也是考这个引力的大小？看，是不是假设在 y 轴上放了一个长度为一且密度为 rho 的均匀啊，这个好，这个是不是密度就不再啰嗦了？它是均匀杆嘛。好了，第一步背公式背过了，是不是两点间引力等于大 G 乘上各自质量除上距离的平方？公式背过了，直接到第二步画图，是不是画个草图呀？那把这个图画一下嘛。那你看在 y 轴上放一个杆，那就是屏幕上这个竖条嘛，是不是屏幕上从就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杆嘛？然后呢，密度是均匀的，在 x 的轴上一这个地方放一个单位支点，哎，你看太好了，单位支点这个地方质量为一嘛，然后是不是算这个杆儿，是不是算这个杆儿对这个点构成的引力，是吧？那怎么办呀？第一步背公式，第二步画图，第三步取个圆块，是不是取这个阴影的这一小块？然后咱们想阴影的这一小块它所构成的这个引力是多少呀？就取一小块嘛，取 y 轴上的这一小块，那就是这个 y 到 y 加底 y 就是阴影这一块。那阴影这一块认为集中在哪？是不是认为就集中在了 y 这个位置上？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那你想哈，阴影这一块它自己的质量是多少？跟刚才第一题一样，这一块的质量是不是这一块的长度乘上它的密度？长度是多少？底 y， 密度是多少 ？rho， 所以这一小块自己的质量就出来了，那不就出来了吗？所以来吧，那么这一小块认为集中在 y 这个点啊，那是不是 y 这个点跟一这个点两点间构成引力？两点间引力就是引力常数大 g 乘上各自质量啊，有一个质量是多少？有 x 的轴上的质量是一嘛？这有个一，这个一代表这个点的质量。然后呢，这个 y 这个点的质量就是这个小微圆的质量，微圆的质量就是长乘上面积嘛，这乘上这个密度，密度是 rho， 那 rho 嘛乘上长度 dy，rho dy 表示这一小块的质量，认为集中在 y 这个点。看大 G 乘上各自质量除以两点间距离的平方，是不是 y 这个点跟一这个点两点间距离不就这个东西吗？根号下这东西代表什么？就代表两点间距离，我们要除什么？除两点间距离平方，那做完了，这就是什么？两个点构成的引力的大小。但是它不是考整个引力大小，跟刚才一样，它只在乎引力往 x 的轴方向做投影。那你看是不是乘上一个 cosine alpha 就行了？那来吧，它往 x 的轴方向走，那就乘上一个 cosine alpha 值不就行了吗？那你看这个 cosine alpha 放到直角三角形是多少？放到直角三角形是不是这个临近边一除上这个斜边，那就是一除上根号嘛？那为啥加个负号呢？这个地方这个负号的含义是什么？是为了表示这个方向与 x 轴正半轴是相反的，它让你找沿着正方向。但其实这个引力，你看图，这个引力它在 x 轴方向的分力是沿着负半轴，所以呢它与正半轴相反，所以加个负号。这个加负号是为了体现这个引力沿 x 的轴不是朝正向，而是朝负向的意思。那如果真的朝正向，这个就不要负号了。所以这个负号是为了表达方向的意思哈。好了，然后呢，把上面的这个往里代入一下，这不就行了吗？那你看，这就是我们的 cosine alpha 嘛。这个 df 就是总的引力，总的引力沿着 x 的轴方向分力，
就是乘上一个这个 cosine alpha 加符号，为了表达方向的意思。好，那这样一代入就变成了这个微圆块。好了，第四步就是积分了嘛，积分就是总的了。然后是不是对我们这个 y 进行积分？看 y 最小是几？最小是零。y 最大是几？是不是 y 最大是一？这个杆呢，长度为一嘛，是不是最小是零，最大是一？所以我们对这个杆，对这个 y 从零到一做积分，那不就行了吗？对 y 从零到一积分，这个积分怎么积？那底下有个 y 方嘛 ，y 方显然得换元，一加 y 方写成一加 tan 大方，三角代换取根号，那就是一加 tan 大方 ，sec 大方。再二分之三 ，sec 那三次方 ，sec 那三再乘 dy， 底 y 就是 sec 那方 ，sec 那三 ，sec 那方约掉就一个 sec 那 ，sec 那倒过来就是 cosine， 所以绕来绕去这里面就是 cosine 积分 ，cosine 找原函数，那最终答案不就出来了吗？所以这两个题啊，都是考同学们处理万有引力的能力，对不对呀？啊，背出万有引力公式，画出草图，取微圆块，如果是找 x 的轴方向，乘个 cosine alpha 啊，加正负号为了体现方向。第四步积分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好，再来，除了万有引力还喜欢考什么？还喜欢考水压力。像第二题，假设有一个椭圆形的板，长短半轴分别是 A 和 B、把这个板垂直立于这个液体中，这个什么液体不知道，不一定是水哈，是吧？它有可能是别的一些液体，是吧？它没说水哈。这个其长轴与液面相齐，假设液体的比重，这个比重这个概念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问这个压力是多少。好，这种题第一步背公式，先背什么呀？这是不是考压力公式呀？来吧，我们以水作为类比就行了，因为这个液体嘛，水也是一种液体嘛，把面积为 S 的板垂直插入深度为 H 的水，那受到的压力是多少？比如这是一个板，把它插到水中，插到 水下哪里呀？离水平面 H 的地方。好，面积为 S 插入深度为 H 的水中受到了压力，压力等于什么？压强乘面积，是吧？压强等于什么？压强就是 rho g h 表示水深，是吧？S 表示面积。只不过呢，数学上有的时候呢，把这个 rho 乘 g 一起记为什么？ rho 是密度， g 是重力加速度， rho 乘 g 有的时候就记为什么了？记为这个 gamma， 这个 gamma 就是这样来的。 rho 乘 g 可以把它记为 gamma， gamma 就是这个比重的意思，这是一种记法的问题哈，是吧？这个你知道，这个在这个题伽马就是 rho g 的意思就行了。所以大家看，要想研究水压力，这个伽马你不用管了，伽马就是 rho g 嘛， rho 跟 g 都是已知的嘛，重点是抓水深，抓面积。那来，第一步背公式背完了，第二步画草图，是吧？把这个板它的草图给它画出来。这种题怎么画呀？那随心所欲画，因为它也没有强行规定 x 的轴 y 轴，是吧？我们就以做题方便，长半轴为 a，长轴与水面相齐，那你看是不是 A 的地方与水面相齐，这不是长半轴为 A 吗？这不是 A 的地方吗？这不是 A 的地方吗？认为水就在哪呢？水就在这呢，是不是水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当 X 的轴，那么 Y 轴呢可以冲下。其实 Y 轴怎么办？你把 Y 轴冲上，这样画做题也行啊。这个它不会因为你的坐标系建立的不同答案不同，这个不会的哈。这个你怎么画都行，我们就按照书上这个 Y 轴往下画，你往上画也行哈，说过了哈。好，然后怎么办呢？我们来找了，第二步画图，第三步取微圆块，是不是取个小水这个水平条，是不是看看这个水平条受到的压力，第四步积分就行了。那压力等于什么？等于比重乘上水深乘上面积，所以关键要找面积大 S。 那大家想，这个阴影的面积怎么找呀？那你是怎么找的呀？那你看是不是上面这条边这个地方是什么呀？这是微圆块嘛？你怎么取的微圆块？是不是沿着 Y 轴取？那这个地方叫 Y， 那底下呢就是 Y 加什么 ？Y 加 dy， 所以这一块的宽度就是什么？宽度就是 dy 了，对吧？就这一小块当个长方形嘛？你看这个打阴影的不是当长方形吗？长方形的面积是不是长乘宽？长就是 Y 这个点，你看这个点的纵坐标是 Y， 这个点在谁身上呢？这个点是不是在椭圆身上？这个点的纵坐标是 y， 那你想过没有？这个点往这投影，它的横坐标是不是这个地方刚好是个 x？ 这个 x 刚好代表什么？是不是刚好代表这个微圆块的半个长度？能看出来吗？看看，你看这个点，它的纵坐标是 y， 它的横坐标是 x。那这个 x 呢，只是代表整个微圆块的半个长，所以 2x 代表什么？代表总长，是吧？ 2x 代表总长，长乘什么？长乘宽，宽是 dy 嘛，是不是总长乘上宽，长乘宽，这就是咱们的面积，就是大 S。 好了，这里面 x 等于什么？你得写清楚，这个 x 呢是在这个椭圆上，
是吧？在椭圆上，椭圆方程就是咱们的 x 方除 a 方 ，y 方除 b 方等于一。椭圆里边解出 x 是吧？因为你看这个这条边刚好就是 x 的这个距离嘛，这个 x 的距离是吧？你看这个 x y 刚好在椭圆上，是不？利用椭圆方程解出 x 就代表了半个长度，乘二倍代表总长。好了，这就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赶紧写了。那这一小段受到的水压力就是多少了？压力那就是伽马，看就是比重伽马乘上水深，水深是多少？水深，那你看这一小段的水深，认为集中在哪？是不是集中在 y 上面这条边？那从这到这，这个红色的距离就代表什么了？它就代表咱们的水深，叫什么？水深 h 了，这不咱们的水深吗？因为上面是水平面，这就是水深。那么水深 h 是多少呢？伽马乘上水深，水深 h 就是这个 y，这不刚好是深了这些吗？看从最上面原点到 y 这个点，是以上面这条边作为近似，那这条边到水平面深度刚好是 h， 这个 h 是多少？刚好是这个 y 嘛，所以 y 承担水深，然后 2x 乘上它代表什么？这代表面积嘛，所以把这个面积往这一拿，这不就是咱们的这个公式了吗？叫伽马比重乘上水深乘上面积。好了，然后怎么办？积分那就可以了。然后对咱们的 y 进行积分，这个 y 最小是多少？ y 最小是从0开始， y 最大呢是不是到 b 截止？你看我们的 y 值是吧，从0到 b， 所以呢从0到 b 对 y 积分，那就是我们整个压力，然后把 x 带进来，你得把这个 x 给它带进来哈，把 x 带进来，然后呢对 y 进行积分， x 带进来就对 y 积分了，最终积出来就是2/3伽马 ab 方。这种题你看跟刚才的引力没有本质的区别呀，第一步背公式，第二步这个画图，第三步取微元，第四步积分计算不就行了吗？好了，再来一把，再举一个这种水压力的题，看第六题。第六题呢不是一个椭圆了，是一个等腰三角形啊，垂直没入水中，这次是水了，然后呢顶在上，底在下，且与水面相齐，然后呢它的顶离水面3厘米，问受到的压力。公式背过了哈，水压力怎么算呢？压力再看看受到的压力是不是就是 rho g hs， rho g 叫伽马，你可以叫伽马也可以叫 rho g 哈， rho 是密度，g 是重力加速度， h 表示水深， s 表示面积，所以找水深找面积就行了。公式背过了，第二步画图，那是不是画图就行了？等腰三角形嘛，它的顶在上，那这个 a 点叫顶，底在下，那这就是底边长嘛，刚好跟水面相平的，然后呢它的顶离水面3米，那水在哪的？那认为这个地方这个呢高度就是3了，是吧？从这到这真的有个3米的高度，这个有个3米的高度哈，是吧？3厘米的高度，他说的是这有个3厘米的高度，那认为水呢就在这呢啊，我们以这条边可以叫做这个 y 轴，但是你叫 x 的轴也行，这都不唯一哈，你可以把这叫 x 的轴冲下叫 y 轴都行，这个不会影响答案的哈，你放心吧。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这个列出图，画出图形了，然后顺带着把这个是吧，这条边 AB 这条边它的方程给它求出来， AB 的方程这不过两点间的一个直线方程吗？过 A 点30，你 y 轴冲下，这个冲下了，这在高三度，这不高三，离水面为3，那不是30吗？ x 的取3，这个地方呢它的底高为6米的等腰三角形，这个地方高三，自己高了6，它的三角形的高为6啊，这个地方高6，36这不刚好到9了吗？然后底边长为8，平均分这占4这占4，那不刚好94吗？所以 A 点30 B 点94过30过94，能写出一个直线方程 y， 那把它写出来备用。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把图形画出来，然后取微圆块了，该第三步取个微圆块，是不是看这一小块它的面积，这一小块的压力就行了。来，把这一小块，我们取一小块哈，取三角形的这一小块来分析问题说到的压力，压力怎么办呢？是不是 rho g 就是伽马比重啊， rho g 乘水深，这个水深是多少？大家考虑了，我们是不是取了这一小段叫 x 是吧，这一段啊，那底下呢就是 x 加 dx 了嘛，厚度就是 dx 了，水深在哪呢？水深水在哪呢？是不是水在最上面？是不是应该认为从哪呢？是不是从这到这，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什么，是不是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水深的意思，对吧？应该是从最上面到最下面，就是这个高度代表着我们的水深 h 是吧，因为水在最上面的嘛，看看是不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代表水深，这个水深是多少？就是 x。 有人说老师不应该是 x 的加3吗？糊涂呀，这个 x 的就是指的从原点到它的距离， x 表示从原点到它的这个高度，你比方 x 的是6，
比如说 x 的这九吧 ，x 的这九是什么意思啊？九是指的三加六这个九的意思。那比如说 x 的是四 ，x 的是四是已经包括这个三了，听到没有？所以呢，这个水深就是指的这个深度多少，深 x， 这就是 ρ 即 h。啊，ρ 即 h， 水深找到，再找面积，面积还是当什么？跟刚才一样，是不是当长方形？长方形的长是不是长乘宽就行了？是不是这个紫颜色的二倍代表长，底 x 的代表宽？紫颜色的二倍就是什么了？就是这个点的 y 值了。你看这个点如果往上走的话，跟刚才是一模一样嘛？这个点往上走，这不有个 y 嘛？是吧？你解出这个点呢，它的直线方程，这不有个 y 嘛？解出这个 y 啊，解出这条直线上的 y 二倍，就当什么？这个二倍当长，那长乘上这个宽度底 x 的，这不就是面积吗？所以 ρ 即 h 乘上面积，把它整理一下，把 y 往里一带，这就是我们的整个微圆块所受到的什么？受到的这个水的压力。好了，第四步积分，那把这个上面对 x 的积分就行了。这个 x 最小最大是几？x 的最小从几计？x 的最小，三角形的 x 哈。是三角形受到的压力，三角形最小是从 A 点 ，A 点代表着 x 的取三，听到没有？三角形最大到这个最下边 x 的取九，所以 x 的最大最久是三到九哈，应该是三到九啊。然后这个二倍拿走，然后 ρ 是多少 ？ρ 应该是十的三次方哈 ，g 是9.8。那种这怎么出来个0.098呀？别慌呀，这里面还有 x， 这个题的单位是什么？它给的单位是厘米，同学，厘米化成米是不是要多个0.01呀？是不是这个地方它有个这个单位的转变？我们要的国际单位都是米，以米为单位。你想想 ，x 代表水深，是不是有一个厘米？厘米变成米是不是多个0.01？那这个地方呢，二倍的表示长乘宽，长也是厘米，厘米变成米是不是再多个0.01？那底 x 呢是宽。宽也是厘米，厘米是不是真的要多三个0.01？听到没有？它要多三个0.01。深度的单位换成米，多个0.01；长度的单位换成米，多个0.01；宽度的单位换成米，多个0.01。是不是多3个0.01了？3个0.01乘上水的密度是1000，是不是十的三次方？十的三次方乘上3个0.01，再乘9.8，那不就出来了吗？那最终乘的结果就是这一大堆，能明白吗？你看，水是十的三次方，ρ 是9.8，但你要多几个0.01啊？你是不是多3个0.01啊？那是不是多个0.01？是不是得三次方？那你这一算不就出来了吗？看，十的三次方乘上0.01的三次方，那再乘上这个9.8，最终就是0.00，这个0.01的三次方哈。这是还要啊，是乘个0.01啊，它的三次方。那这样一整理，你看十的三次方乘上9.8，乘上0.01的三次方，0.01的三次方，那就是跟他们三个数一乘哈，十的三乘9.8乘0.01的三次方一乘就是这个0.0098，就是这样来的。就是注意这个单位的问题啊，这一点是一个细节。好了，那这样一积分出来了，这个答案就是我们最终所受到的水压力。那你看，这个题跟上一个题道理是一样的，背公式，那画图取微元，然后计算，只不过这个有个细节，单位的转变啊，单位。好了，这是压力的问题。那么除了引力，除了压力，还喜欢考什么？还喜欢考做功这件事情。来，第一步背公式。那做功怎么做功啊？克服重力做功，是不是就是 mg 表重力？是不是 mg 乘 h？mg 这克服重力嘛 ？m 是什么？质量。那 g 呢是重力加速度 ，m 又等于什么 ？m 又等于 ρv 嘛，是不是这个密度乘体积都是中效公式？重力等于克 mg 乘 h，m 呢又等于 ρv， 那就最终就是 ρv 即 h，h 表示行走的位移。那你比方说，是不是在这个桌面上把一个物体提上来，那提多高，那个高度就是 h， 就是克服重力做功，是吧？你这样来的。好了，做功公式就是 mgh， 就是 ρvgh，h 表示位移。公式有了，第二步画草图，将半径为 a 的球没入水中，球的顶部与水面相齐，若球的密度与水的密度相同，都是 ρ， 重力加速度即为 g。 这种题好，它没有单位哈，不给单位我们就不要单位。那第二步呢，开始画图了，是不是画这个球没入水中的一个示意图？那这个球呢，没入水中怎么没的呀？球的顶部与水面相齐，那你看打个三角代表这是水面的意思，半径为 a， 那假如说这是半径为 a， 那这个最下边就是直径的位置，就是 2a 了，是吧？那刚好是这样画下来的。那水平方向叫 y 轴，竖直方向叫 x 轴，当然你水平叫 x， 竖直叫 y， 这都行
好了，那如果是这样画的话，这个球的方程得写出来了。这个球的方程是不是球心在 x 的轴上？应该叫 x 的减 a 方加 y 方，半径是 a 等于 a 方。好了，这就是画图写方程。那这是第二步了，第三步取微元，是不是取一小条？是不是让这一小条屏幕上，这个上面叫 x， 那底下就是 x 的加 dx， 宽度就是 dx 了哈，因为沿着 x 的轴方向取，是不是看这一小条抽出去做多少功啊？大家想，那这一小条做多少功？背公式是不是 ρv 即 h？ρ 是密度嘛，这 v 是体积。那你看这一小条体积是多少？这一小条的体积怎么算呀？这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个平面剖面图，听到没有？你想想，把一个圆形的这个东西，比如个大西瓜，一个大西瓜放到水中，你是不是在那个大西瓜上怎么办？是不是在那个大西瓜上给它就是圆形的给它绕一圈画一个刻线，是不是再给它圆形画一个刻线，是不是相当于拿一把刀给它切出来一小一个薄层？这个阴影它可不是平，这是个平面示意图，真正没入水中的是个大西瓜，能明白吗？所以呢，真正我们在生活中来看它的立体图，这是一个扁扁的圆柱，是不是一个扁扁的圆柱，是不是一个西瓜层，能明白吗？是不是一个扁扁的西瓜层？所以这个打阴影的在水中它是一个西瓜层，是吧？一个西瓜层是一个圆柱，那圆柱的体积怎么算？底面积乘高嘛，那就是派什么啊？那就是派阿方，派阿方底面积乘高 dx， 底面积乘高嘛。那你看，那这个半径是多少？这个点往这画，然后往上对着，你看这不都是一样吗？这往上这个地方叫 y， 就承担半径了嘛？是不是球上的球上这个点的 y 坐标代表它的半径？是吧？这不是半径 r 吗？那底面积乘高派 r 方嘛？啊，派 r 方底面积，高度就是这个厚度 dx 嘛？好，开始背，这就是 ρvg， 这不 ρvg 嘛？看 ρvg， ρ 派 r 方乘 dx 的底面积乘高就是体积嘛 ？ρvg 这不 ρvg 吗？还得多乘个谁？是不是这个克服重力做功还得乘上一个 h？h 是什么 ？h 是位移。那云中老师这一层西瓜往上提走了多少？说老师走了，你看把它提上去，这不走了 x 吗？有人说那这个位移应该是 x， 不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西瓜，我们把这个球当西瓜哈，因为这个西瓜的密度跟水的密度干什么了？它俩相同了，它俩的密度相同了。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西瓜在水下运动的这一段，就是这一小段 x 的这一小段是不做功的？这一段不做功，为什么呀？因为它平衡了嘛，是吧？因为西瓜的密度跟水的密度是完全一样的。那你想想，那真正能产生做功的位移是多少？你想过没有？那整个西瓜提上去要走多少？是不是最下边往上提上去，最下边这个点是不是往上提出去，就是全部提出去要走 2A， 你最下边跑到原点是不是算相当于把整个西瓜提上去了？那是不是走了 2A， 总位移是 2A， 但是呢有 x 的这一段是不做功的，所以真正能产生做功的位移就是它，这就是我们的位移 h， 是 2A 减 x， 真的要减掉 x，因为 x 的那一段不做功的哈，啊，所以呢，这就是 ρvg， 看 ρvg 乘上位移 h， 这就是这一层西瓜往上抬所做的功。好了，然后呢，把这个这里面的 y 方可以带进去哈 ，y 方就是这个球，你看这个 y 就是半径嘛，这个 y 是什么？就是这个球上的一个 y， 这个把这个 y 带进去不就行了吗？好了，那这样的话，把 y 给它带进去，这不有个 y 方嘛，是吧？把这个 y 方给它带下来啊，然后积分。对 x 的积分 ，x 的最小是几 ？x 的最小是零 ，x 的最大是 2a， 所以从0到 2a 积分积出来就是我们要的这个所做的功出来了。这就是把一个大西瓜沉到把一个大西瓜刚好按到水下，然后呢把这个西瓜往上抬需要做多少功，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是做功的一个例子啊，先背公式，然后画图，然后取微元，然后积分就行了。好了，再看一个。第五题还是做功啊，做功我们讲两个，这次不是一个圆形的大西瓜了，是一个锥形的水池啊，然后呢深15米，哎，这个地方好，给的单位是米，就不会引起那个单位的转变了，口径是20米，装满水，然后抽水做功，那还是做功吗？第一步背公式背过了，功的公式是什么呢？做功是不是克服重力做功？是不是就是那个 ρvgh？刚才刚背过，好了，公式背过了，第二步画图啊，是不是画图标记重要的一些点？这个锥形是怎么锥的？锥顶朝下，那这不顶吗？是吧？然后呢，深15米，那认为呢，这个地方就是原点了。然后装满了水，那这个是吧？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锥形，就是这样来去画下来的。这个深15米，它的就是高度15，口径是20，那两边各占10，
装满了水，这里面都是水。然后呢，是不是用一个水泵把这里面的水给它抽出来？为需要做多少工？好了，我们看这个还是一样哈，就是画图，然后呢，把这个标建立坐标系画图嘛。我们把 x 轴冲下 y 轴冲，坐标系不唯一哈。那这样画的话，这个点是15，这个点就是10了。那这样能写出什么？是不是写成 ab 的？能写出这个 ab 的直线方程了。好了，然后怎么办？开始背咱们的公的取一小段，取一小段背公的这个表达式。公怎么做呢？是不是 rho v g h？rho 是多少？rho 就是这个1000嘛，对吧？这不是 rho 吗？是不是 rho v 是什么？v 是体积嘛，这那怎么办呀？这跟刚才一样嘛，是不是这一层还是当一个什么，当一个圆柱嘛，扁扁的圆柱，是不是这个点往上走都一样哈？这种题，这是 y，是不是充当什么？是不是充当半径了嘛？是吧？所以待会儿派 y 方，这是底面积，底面积乘什么？是不是乘上这个 x？这个 x 这个厚度嘛，这不底 x 嘛，这充当这个厚度，是不是底面积乘高？派 r 方，底面积乘高，这就体积了，这不就出现了 rho v g 吗？看 rho。vg 就是这个9.8嘛，是不是 rho vg，然后再乘个什么？是不是再乘个这个位移？那你想这一层水往上走走多少？是不是这一层水是不是刚好走了 x 的这么些提出去了？是吧？它是不是往上刚好走了 h？ 这不代表什么？代表咱们的水深嘛。所以这个 x 就是代表我们位移，代表这个水深 x， 这不有了吗？是吧？这一层水往上抬出去，走多少能走出去啊？那不刚好是走了 h， 走了 x 这么高吗？那就是 h。好了，这个 rho 我们把它写出来，就是1000 g 就是9.8，这里面不涉及到单位了，因为这是米，所以呢就直接是9.8乘1000，跟刚才那个题不一样，刚才那个题是厘米哈。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公式，然后往里带，把 y 方给它换下来。这个 y 方是什么意思？这个 y 方就是指的这个 ab 这条直线的这个 y， 那就是这个 y 了，把这个 y 给它解出来嘛。你看，真的不有一个 y 吗？把这个 y 解出来，往这一代入，这就变成了咱们的公。然后呢，积分，那是不是对 x 的进行积分就行了？看这个题 ，x 的最小是几 ？x 的是不是从0 g， 是不是到最下面15？所以 x 的从最大到最小积分积出来，就是我们这个题装满水抽出去做多少功？做5.77乘10的7次方焦耳，功的单位是焦嘛？焦耳啊。所以通过这样大概6个题吧，我们感受到了两两是一组，是吧？这个有两个是考引力。有两个是考这个压力，有两个是考做功，引力、压力、做功。我们通过这6个例子，大家应该能够学会其中的一些窍门了，对不对啊？一背公式，二画图，三取一小段，四积分，那就做完了，大概都是这几步。那最后呢，这个地方还可以跟谁综合？还可以跟导数那个地方综合。比如第7题，说有一个 y 等于 x 的方，这是抛物线嘛，绕着 y 轴旋转一周。那你看这种题呢，大概画个草图，看看它是怎么转哈。那你看这是不是有个 y 等于 x 方，就是这样一个图形，是吧？那这样的话，它绕着 y 轴这样转一圈，刚好转出来一个空间的物体啊。然后呢，问第一问，问这个 y 等于 x 方 ，x 呢是从0到 2，x 取0到2的话 ，x 从0到 2， 那 y 只能是0到4了，是吧？然后呢，绕着 y 轴转一圈，形成一个面，先形成一个面。第一问形，让你求这个形成的体积。第一问呢，那就是我们一个几何应用，考旋转体的体积。这个怎么背公式呀？你这样来想嘛，是不是把这条边记为什么？这条边记为 x 的函数，就是 x 等于什么？是不是 x 等于根号 y 吧？是不是能这样来写？那你看是不是这样有个阴影图形？是不是就理解为这个阴影图形绕着 y 轴转一圈？这跟什么是一样的？跟当初是这个图是一样的吗？当初咱们是不是学过这样的图形？你琢磨，当初是不是学过这个图形？类比是吧？你比如这个图形，这上面是不是 y？y 是不是绕着 x 的轴转？那这样的绕的体积是什么？是不是应该是派 y 方 dx？以前是这样，那今天呢？那如法炮制，那应该是派什么？应该是派 x 方 dy 嘛？这俩是道理一样的，是不是 y 这条线上下转是派 y 方 ，x 的这个线左右转，那不就是派 x 的方吗？道理完全一样。嗯，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类比以前的那个上下转，今天是左右转，所以答案就是派 x 方，这不就是 x 方的意思吗？派 x 的方，然后呢，这个 dy，y 呢是从0到4嘛，因为 x 的是0到2。x 的是0到2，那这个 y 这个最高点就是4，那所以 y 就是0到4，然后呢一积分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第一问的体积。
就是这条线最多绕出来一个八派的一个空间体。然后第二问呢，这个又来了，说什么呢？当页面升高到一，因为总共这页面能到四呢哈，它一开始这里边没有水，是吧？是空的，是个空的一个容积。然后呢，以每分钟两立方米的速度往里注入水嘛。当注入到高度为一的那一时候，问页面上升的速率。那大家想了，页面的高度用谁来代表？用 y 来代表嘛？因为 y 最大是四 ，y 代表页面高度。好了，来，我们找什么？找任意时刻，在 t 时刻，假设页面的高度是多少？页面的高度是 y， 这个 y 是谁的函数？是时间 t 的函数哈。随着时间 t 的变化，高度越来越高，最大只能高几？那当然了，最大也只能高到 y 是四哈。好了，然后我们算在 t 时刻页面高度为 y， 此时体积是多少？那体积就是做积分嘛。如果高度是 4， 积分就是0到 4， 体积就是0到4的积分嘛。那现在高度变成几了？现在高度没变成 4， 高度变成了 y， 是不变成 y？ 那高度是 y 的话，那积分就干什么？积分就是0到 y 嘛，是不是0到 y 派 x 的方，那派 x 的方就是派 y 嘛，就是改一下。刚才第一问是0到 4， 因为是整个容积的体积，现在高度到哪？现在高度只到 y， 高度到 y 呢就是零到 y， 是不是派 x 的方底 y？ 这个积分能算出来哈，算出来就是二分之一多少？二分之一 y 方嘛。嗯，这个地方你一算的话，那这不是二分之派在 y 方的意思吗？它能算出来这个积分哈 ，y 找原函数那不是二分之一派 y 方了吗？就这样来算出来了。好了，然后怎么办呢？它并不是在意这个高度究竟是多少，它更在乎的是什么？这个页面高度上升的速率，速率是什么？导数是不是对时间 t 求导？来吧，两端求导。那左端的体积求导就是 v 对时间 t 求导啊，那就是右端这个积分求导，这个积分就是二分之一派 y 方嘛，二分之一派乘 y 方 ，y 方求导是多少 ？y 方求导就是二 y 嘛。想想，或者你说你拿这个积分求导都一样哈 ，y 方求导。咱们得一个二 y， 二二抵消，是不是剩个派 y？ 完了吗？没有，再多个什么？还得多个 y 对 t 求导，千万别忘这。这个地方的 y 根本就不是 y， 是 yt 的意思，能明白这一点吗？是吧？咱们始终强调是随着时间 t 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呢，这个 y 只是一个中间人，所以两端对 t 求导 ，y 方求导变二 y， 二跟二抵消，剩个 y， 然后 y 自己再求导。好，我们在乎的就是这个家伙，在乎的是 y 对 t 的导，就是页面上升的速率。然后我们只在乎什么时候页面高度为一，那就是往里带了，把这个高度带成多少。我们要找的是谁？我们要找的就是 y 的导， y 对时间 t 的导，找哪一时刻是不是高度达到一的时候，就是这个 y 达到一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把 y 等于一是不是往里带进去就行了。来，咱们带一下，把 y 取一带到这个表达式看。代入 y 取一啊，要代 y 取一，那么 y 取一往这代，你看要找到这个导跟谁有关，是不是跟左边这个导跟 y 有关？ y 取一已知的，那左边这个导呢？左边是不是体积的导？体积的导就是什么呀？就是体积的变化率，体积的变化率始终是多少？这不给了吗？体积的变化率始终是二，这你看体积的变化率人家给了，始终是二立方米每分钟。这不体积的变化率吗？答错完了，所以高度的导应该等于体积的导除掉派除掉 y。那你看是吧？y 的导等于体积的导除掉派除掉 y， 自上而下不就出来了吗？往里带 ，y 取多少 ？y 取一，那就是派乘一。体积的导始终是多少？始终是二，那就是 y 取一，然后体积的导取二，一代入，最终出来了，最终结果就是这个派分之二啊。这就是我们页面升高到一米的时候。啊，这个页面的速率大概就是这些。页面升高到一米，就是 y 取一的时候，找什么？找 y 的导。y 等于一的时候 ，y 的导就是派分之二。y 的导是派分之二，就表示 y 达到一的时候，表示高度为一的时候，页面上升的速率就是这个派分之二，就这个意思。啊，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样一个综合题，涉及到几何应用求体积，涉及到物理应用求变化率，也就说完了。这个呢跟数学二有一个第八题长得非常像，第八题我们不再说了，数学一没有第八题哈，数学二有个第八题，数学二的同学把你的第八题自己类比屏幕上把它做一下就行了，是吧？这个得会算体积啊，得会算变化率，对时间 t 求导，然后代入数据就行了，难度倒不大。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数一数二第十二章物理应用强化训练就到此结束。
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再转入下文的巩固提高它的串脚。